嗰啲唔需要用嗰啲嘢，唔好買咁多咯，慳得多錢咯咁咯。你再叫我哋慳財慳食都加難噶咯。它一降那个油就起了，东西你看都是在涨啊，没有跌啊。嘴巴是讲没有了 GST 有 SST 啊，很糟糕。他没有看到我们没有钱的时候。糖咯，盐咯，还有我们打油啊，也是底价有很多东西都上不了了。最好啦，政府给我们加多一点啦。啊 ，GST 跟 SST 是两大分别 ，SST 就涨了，我们不知道，你以为它没有涨 ，GST 又不同，是说原产品是没有涨的，它有分别。啊，肯定 SST 是不好的，更不好，更高，万物都涨价了。那怎么样？生活总是要过啊，那买尽量买少还是怎么样哦？嗯，都是要这样子咯，年都是要过了。哪里有降价？它是提价，反而还贵过 GST， 是不是那些啊，补习费啊，那些。火车票系啊，好budget嘅。个单啊，嗱，好似我食 food court 咁样嚟讲，嗰啲 food court 几多女去买嗰份嘢 ，plus SST， 嗰碗嘢系8.5嚟讲啦 ，SST， 但系个单俾你嗰阵时啊，佢冇 print 嘅 SST 几多女咁啊嘛，嗰个 SST 你冇印出嚟嘛个单。GST 又印出嚟 GST 嘅咯，咁样系嘛 ？Supermarket 都一样嘛。成日都讲起啊，电费又起，水费又起，咩嘢都起咯，开学一定去买嘅咯，买读书衫咯，读书裤裙咯，肯定咯，肯定起咯。现在都叫看啦，我们应该是负担不起了，比较重啦，是生活啦，我们生活费啦，因为我一个人啊，要照顾3个小孩子，白鞋换黑鞋有影响。因为我不是一个两个，我要一买3个人的。连巴沙都贵了，巴沙卖菜都贵了，用少一点哦。是啊，大人可以省的省哦。